你且跟好啊！明明就是他指使那些想要作恶的。人有善恶，妖有恶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胆小，不敢面对现实。小师弟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报应不爽啊！他在此作证，老夫愿去镇远之中做那人柱。我不能走，我要和师兄一起回去。趁现在，赶紧走！那就留下来。对。 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护女，说不定刚开始呢。看来是到了我该出场的时候。